我做了整整2年教师，你要给我压正残奥会啊！你要这个皮是玩去，我找刘洋洋啊！哎呀，嗯，你这是在练什么呀？这也能热身啊？切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，他们练都是皮，教教我呗。 教练今天还不来啊？他说昨天忙到很晚，今天休息。我，你明总对最近招人不少啊？怎么着？对学校安排不太满意？不是吴教，我就不太明白尤指导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？之前我在省队的时候，他来慰问过。 虽然那个时候有点没大没小，但也没像现在这么不靠谱啊。那你对他观察还不够仔细，他就这样。你们之前一直在训练局待过，你应该很了解他。你相信他吗？和他一起跟团出去比赛，我是绝对的相信他。现在呢，咱应队也请了那么多经验丰富的教练，也没出什么好成绩，没准来这么一不靠谱的。 反而更能激发队员的自主性呢。哎，再说，他也未必不靠谱，这还有待观察。我是觉得，一味的依靠教练，这个方法不可取。加三。